告一段落咯。那这家咖啡厅的话叫做你有咖啡，它是位于西门町靠近电影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面。那详细资料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这边吃吃喝喝，可以带着你的毛宝贝一起来这边吃下午茶或吃一些好吃的点心跟餐点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我们是西游弟弟啃鸡腿，拜拜。